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加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追踪我的 IG、FB、退去哔哩哔哩，还有 Discord。好，我们今天在听解《幽城占领》微信官方公告的水九天赋还有绝学哈。那最主要就是群体神类，然后很大的辅助，然后又是一个铁位啊，冰属性的铁位。好，那水九的天赋的部分呢，是遭受攻击受到伤害的时候，那你承受本次的伤害量的。会有 80% 到 65%， 那剩余的伤害会转化为，会转化为主酿施加给自身哈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本回合使用过绝血的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为自身和2到3个范围内的2到4位施加神类的状态哈。OK， 2到4个，哎，还不错。那持续一至两回合，那主量呢，最多可以储存自身最大气血的 50%。行动结束之后，自身受到一次伤害 ，OK， 就储存量的 50%。好，那这边策划是说，就是你受到攻击可以减免部分的伤害，并加到自己身上。那在之后呢，就是可以行动结束的时候会受到部分的你储存的伤害。就是你会受伤就对了，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施加绝学哈，就是水九可以帮自己施加神锐，跟队友施加神锐哈，这天赋的部分就有了，还我觉得还 OK， 还不错，还行啊，但是会自己损伤气血，就要小心一点了哈。好，在绝学哈，这个是谢苦解忧代替 OK， 就是。帮队友挡的招式啊，被动是这样。那主动使用就是变两个哈，然后再来就是周身会张开领域，无忧什么无忧郁哦。好，并对两个范围内的所有友方施加预谋状态哈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这个 buff 的领域呢是免疫晕眩哈，然后且施术者自身反击是能加一 ，OK 还不错啦。弱霜精神的绝学哈，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.5 倍的伤害，自身可以获得护卫的状态哈，持续两个回合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放这一招之外呢，也可以放这个绝学哈，也可以有护卫的效果哈，其实不错。那造成伤害之后呢，则消耗主酿的状态哈，制造霜冻地形，持续两个回合。那这个霜冻地形的 buff 呢是debuff 呢是，只要在里面的敌方角色呢移动就减一哈，好。绝学哈，冷寒披夜，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.5 倍的伤害。那自己有主量的buff 的时候呢，对战前会消耗这个 buff 哈，对目标造成一次的伤害，然后是当前储存量的 70% 哈。然后对战之后呢，可以恢复自身气血 50% 的气血 ，OK 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的攻击力就要高一点点，不过很难高啦，宙斯的话很难高，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看一下面板的属性哈。好，然后可以在战后回血啦。好，再一个绝学是醉不花阴，醉不花阴法术免伤提高 10%， 使用绝学之后呢，可以再获得再移动两个哈，还不错，这个被动哈。好，那综合评价这边是写说，就天赋不会轻易被干掉啦，然后又可以帮队友增加神队，我觉得这个神队真的太重要了。好，然后 OK， 反正就是。原本还有一个阴灵啊，就是铁位是阴息嘛。不过水九跟阴息各有各的好处啦。不过像我自己会比较喜欢，我现在比较喜欢就是队友可以放神锐这个 buff， 我觉得比较重要。对，所以我比较偏好水九，重点是水九也比较，我觉得他比较正，好不好？我比较漂亮。好，绝学部分组合就参考就好了哈。那到时候可能会再变化。好，那魂石不意外就是宙斯兵啊，然后跟旁野这样子。这边技能介绍比较单纯一点点，不像昨天，我觉得檀香的比较复杂一些。好，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水九这个技能的部分呢？那欢迎在底下跟我留言讨论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，还有几次哦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